很高兴，而且就是再次回到领先榜上。那记得上一次的话已经是2008年赢得亚巡赛，在印度的时候，也希望在明天能有一个好的发挥，也希望再次能赢得亚巡赛的一个冠军。因为明天打起来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挺不容易的一场那个比赛，因为后面很多的球手大家都是很靠近，分数不会差很多，所以去到最后谁赢也不知道，但也期望明天在比赛当中，如果说能打出4个N打的那个成绩来说，我相信应该是有蛮大的一个机会，所以在明天也会尽最大努力去打好明天的比赛。